指定的时刻，一天发生了两次。兄弟们，206万个一级宝石，啥概念呀？史无前例的时刻来了，全服首颗20级宝石现世，需要200多万颗一级宝石。给你们看个视频。历史性的时刻，一天发生了两次。此处不应该有背景音乐，应该全是呼吸的声音。难得的成就，成就给的确实多，合成20段宝石给5点成就。现在合的话是必成的，合一个20需要2个19，2个18，1个17，那么总共需要多少个呢？总共需要2021个11级。1个11级是多少？102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1024，乘以2012个宝石，就是206万个一级宝石。兄弟们，206万个一级宝石，啥概念呀？一个仓库能放20个，需要放满10万个仓库。先乘以20。那黑宝石多少钱呀？黑宝石你们缺多少钱？咱们假设是黑宝石，看一下20吨黑宝石大概是多少？你们缺黑宝石多少钱？16万一级。直接乘16万，乘以个16，这里面刚才咱们乘以16没打半，也就是少了几个零，少了4个零。100块钱能买多少万游戏币？自己找，1550吧。这波一出完1550，直接出来的就是对应的人民币啊。1550，1650是吧？好，按照1650算，1600。乘以个100，所以说如果一个20吨黑宝石按照现在不失败的话，而且不计价收购的话，应该是206，没算错吧？85，看起来没有以前容易碎的时候刺激。以前双十九出20，以45%的成功率碎的一个时机，你就在紫禁城也没发现比例涨或者光芒涨啊。他们是用的那个挂符运过来的宝石，然后还有的用就是碎石锤啊，合成15段，然后敲15段光芒石的衣服，也不是很多，200万你也有是吧？游戏币。